其实是可以那个可以看到你们讲什么。对啊，那不如这样好了，我们请东海哥来做一下喜怒哀乐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先请大鱼示范，给大家福利，请大鱼先看二号机，然后做喜怒哀乐，好不好？来了来了，好来哦。那个白痴版。来来来，看二号机，准备好了。好。喜怒哀乐，请问你这四个表情有哪里不一样？你们告诉我。我根本看不到我自己有没有。啊，同学，你愿意来一下吗？我可以来个春夏秋冬啊。好，你说来，请看二号机。请看二号机给我们统神一个特写好吗？好，我们统神要表春夏秋冬。请问那里有什么不一样？两个都是一样的、啊、春夏秋冬什么东西啊？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？哎，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啊、嗯、这个喜怒哀乐人的表情，你有的时候做一下就是做这演出来的就不像了嘛，要有实际的情况，对，是你是说要 OS 配音，也不是 OS 配音，就是要有实际的情况，才能真正用内心去投入、哦。什么春夏秋冬、春男竹菊、梅兰竹菊，都是要有这种情境的。真的假的？所以你的意思，我们如果要考东海哥，要帮他配一些声音，对对对，给他一些情绪。对，东海哥换你喽，现在二号机哦。我喜怒哀乐吗？对，哎、欸、啊，请统神帮我们配音。给他，比如说洗的时候是，我今天来麦卡贝好开心哦，是洗，你可以帮他配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来，请给我们的东海哥二号机特写。好，首先洗，请给他拉屎喽。你这样东海哥很害羞。那啊怒怒怒，就怒再怒，拉不出来屎。你很，我来，不要给统神输了。第一个，给他说是好，刚刚是怒嘛、嗯，你拉不出来的脸，再给大家看一次，就，你拉不出来，还蛮平和的。嗯、好，哀，统神请说，拉屎拉在内裤上。啊，这是你的哀吗？就低头不讲话吧。就，应该加点动作，比如说摸那个屁股一下，还是什么。好了。同叫你吃屎就吃屎啊！叫你吃屎就吃屎，还是怎么乐啊？我蛮乐的啊！好了，我觉得好像你要吃啊！对啊，我觉得我们是走一个很奇怪，我们大家不了解。反正重点是呢，大家觉得我们东海哥到底是戴眼镜呢比较帅，还是没戴眼镜比较帅，都可以写到我们聊天室啊。我们等一下可以来讨论一下哈。好，那回归正传。